哈喽大家好，这是姚晨新一期的 vlog， 然后这一期呢同样的 vlog 名，但是明天我们不会去爬山了，对，这一期 vlog 的主题呢是没有，明天我想就用这个 vlog 记录一下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大概会怎样的去安排计划自己的一天。好，现在不早了，就早点休息，拜拜。已经等了很久了，今天是来上生日课的。对不起，老师。你新的那个课呢？你搞出来没有啊？出来了，我那个已经唱完了，我去给你听一下。带游泳裤，这个问题就挺大的啊。然后我去了便利店，现在只有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也不一定有。没有，那也太尴尬了。这就有游泳裤嘛，上次拖鞋没带。搞错了，再来。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Darling, it's better down where it's wet, and take it from me. Up on the shore, they work all day. Out in the sun, they slave away. While we've been boating full time to floating under the录制一天的 vlog， 好像到一半它都结束了，对吧？说的跟老板吃饭上一句，后面就没拍了。对，因为那个时候就不敢拿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是几天之后，那个 vlog 的几天之后，我补了一个，要补一个结尾。对，其实那一天的 vlog 呢，就怎么说呢？就是早上我们出门起床，嗯。然后去干嘛了来着？先去干嘛了呀我？那天早上起床，不是，是，哇，忘了，没有，就昨天前天吧，前天的事情。哦，上声乐课，总结一下那天吧。早上起来的时候，首先是迟到了。对，起来晚了，疯狂地跑过去跟老师打招呼，然后上了声乐课，就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学潜水，学了潜水，学了一下美人鱼、美男鱼潜水。然后本来是说后面还要干嘛，跟老板吃饭，吃完了过来排舞，排舞确实过来排了，但是没有拍，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结尾。对，这个 vlog 或者说它不是 vlog， 就是一个小弟的一个物料。然后后期的东西呢，继续不立 flag 了，我们好的，就这样吧，结束。这是我的脚，今天的脚。同款发色，对，发色同款。脚不发色。Thank you.